东唯一的工科技职院校就是永达，退场机制拿我们来献祭。我们永达的学生都有感情的，我们不想分散。今天如果你是我们在座的其中任何一位，你会觉得这样子的安置叫做帮学生好好安置、就近就学吗？我如果永达此地一开，高教的风险速度绝对会超乎我们的想象。保障受教权，保障受教权，保障受教权，教育部组织，教育部组织，教育部组织。保障工作权，保障工作权。